有没有一种音乐可以跨越时空？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，这是一档史无前例跨越时空的音乐总唱华语极大。他怎么那么可爱？音乐实验，做好实验的准备了吗？如果你看到他本人，你能认出来吗？我一定认不出来的，对吧？对，除非他们三个人走进来，我可能也不太能认出来。三个人走进，同时电风扇吹得很猛。你真。那个乐队的 MV 都是这样的嘛，我们拍 MV 都是这样的，就弹的也很猛，就是要这个动起来，要动起来，然后那边鼓风机吹着。哎，那我也拍过有风的。你也拍过有风的？叫青春修炼手册。啊，拿了一个那个就是背着的那个键盘，然后就摇摇。那前面有点造风机那样。对对对。那咱们接下来看下一位歌手将会是谁呢？壮汉，一看就是个帅哥，走路就是个拽。是你吗，王源？就是王源。哎呦 ，Hello，Hello， 真的是你啊？是我。你哪一首啊？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得是《青春修炼手册》了。跟着我鼻子，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。No，No。好尴尬呀！啊，这个2011年 ，No，No， 我都看过这个视频，我也看过网上，哦，那时候还同声的哈，那时候还是什么校内网，那个时候有转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认识王源吗？请问你知道王源吗？认不认识王源呀，阿姨？我认识啊。你怎么认识的？我喜欢他听的歌。什么歌？我记不得了，反正所有的唱的歌我都不记得。王源的歌，是怎么知道他的？广告吧。那你知道他是个歌手吗？知道。那你觉得你的长辈们会有听过他的歌？应该没有吧。哎呀，他们不会听啊，人老了。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，但是呢，看到后面那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反而就是轻松了一些。我觉得，最重要的是在这条路上面能够找到，自己喜欢的事情嘛。比如说我喜欢音乐，而且我一直在为之奋斗努力，我觉得这是我最需要关注的事情。而且你看，年轻的不都认识我吗？对不对？其实还好，我没有什么负担。